为确保我们同仁的安全以及消费者的健康，所以卫生局很贴心的来函，要我们注意以下的应管理的措施，自备适当及足够的口罩供同仁使用。我们已经都准备好了口罩供所有的同仁使用。不好意思，消毒一下。留个姓名及电话吗？这一次新冠病毒的疫情，大家都需要共体时间，让我们大家来一起防疫，一起来配合政府的一切措施。这一次是为了跳得更高更远的一次深蹲。